我们巧克力在台湾已经推行将近有3年，哎，在台湾来讲，很多很多现在很多农民哦，那么都有认识说，哎，我们有一个那么好的产品哦，叫 Cocoly， 哎，在土壤来讲，一些酸化或是板结，我们会去改善它，哦，根系发育会比较好，植树比较健壮，尤其在逆境的时候，它发育会比较好，哎，然后长势又会哦。会比较旺盛，